你找到。好，先试一下声音图像啊。声音图像没问题，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直播啊。等一下啊，查一下。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今天这有点热，帮我开下空调。啊，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27度就行，27、26就行。先试一下声音图像啊。声音图像没问题，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公开课的一个直播啊。今天大概呢分三个内容吧，主要分三个内容。第一个呢是做，主要还是大家做一些股评啊。第二个呢就是聊聊最近的一些事件啊，最近这个包括中秋节这个前后啊，出现了很多事件啊，咱们简单聊一下啊。跟股市啊，跟经济，跟形势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另外呢，就是重点就是今天咱们把各个行业的机会捋一下。咱们这个捋这个机会呢，主要还是通过技术面，然后翻看技术面的时候呢，如果有特殊的啊，或者说需要基本面点评一下呢，我在这里就详细点评一下。如果呢没有特别的，那咱们就主要看技术面啊。穿太多是吗？其实这个大家刚才出去，然后那个我们有同事说啊，一看说还是看穿那个西装穿衬衣好看
其实呢，平时上班的时候我们都不穿这种啊，这都是讲课时套一下啊。下面，所以说呢，我以前跟大家聊过一个事情，就是大家能看到的东西，比如说看市场也是一样的，你看到的东西未必是真实的。下面我可能穿短裤，可能穿着老北京布鞋呢，对吧？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只能看表面上的东西。当然，下面真的还是穿的可以啊，还正规的。好了，那咱们时间啊，咱们就是1个小时之内啊，尽量就把这些内容呢简单说一下。原因就是咱们这公开课呢，因为受众群体不太一样，大家要理解一下。有是我们的软件用户，有不是软件用户，有新股民，有老股民，所以说需求呢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咱们就以这个大众化的这种。点评和股评和这个知识点为主啊，所以说呢，公开课呢，大家也不要要求太多啊，因为公开课因为受众群体不一样，反正我的定位呢就是，能讲的呢就是东拼西凑呢，或者是杂乱无章的一些点都跟大家提一下，比如说要咱们找一个具体的知识点，比如说买卖点的汇总。那咱们到收费课呢，然后详细的把案例呢一起讲一下，对吧？是收费课和这个公开课的一个定位不同啊。定位呢，这种公开课呢，就是大家了解一下，或者说聊一下观点，交流一下，或者说白了就是聊天，是吧？好了，那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大盘的情况啊。当然最后啊，先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这种公开课呢，也有一些意见，就是说这个谈的东西并不是你想需要的。因为是这样啊，科学家证明，这真不是段子。科学家证明，就是人每天吸收的信息，就是根据五官来说啊，嗅觉呀、听觉呀、视觉呀等等，视觉等等这些，包括味觉能接收的信息，听觉占多少呢？听觉占11%啊，听觉占11%，然后呢，视觉占多少？视觉占87%。也就是说，你每天接收到的信息，绝大多数是通过视觉传达给你的。所以说，我们这课呢是听的，那可能就是1个小时的课程，你最多可能就是能吸收到的或得到的结论只有10%，这是正常的啊，这是正常的啊。比如说像授课的时候，我那个每节课2个小时或1个小时啊，最少1个多小时都是有详细的 PPT 的啊。所以说 PPT 呢，再加上详细讲解。那么你就能得到那个80%多，甚至90%多的信息。那咱们这种股评性质呢，大家呢能接受的信息大概就10%左右，因为这10%就是你所需要的。比如说是看涨看跌，然后看好哪个行业，看好哪个板块啊，这大家要明白这个信息的情况啊。那么所以说啊，当然顺便插一句广告啊，这周三开始我的第三期入木三分篇这个股市进阶培训就开始了。这一期的重点呢，还是比较偏向于实战的。前两节课呢是关于估值分析、财务的估值分析、财务的比率分析。因为现在正好中报到三季报的一个中间的阶段，大家看到了吧？现在有很多股票，包括一些服装类的，已经三季报已经开始预告了。就说中报和三季报这个中间一出来之后，等咱们第三期结束，正好是10月23号，那么这个时候中报和三季报的财务数据，你通过比率和通过估值能找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好股票。为什么呢？因为四季报要等明年，也就是年报要等明年4月份，所以财务在这很重要啊。再一个就是三四节课是重点是买点的汇总，这包含了传统技术分析方法、天狼的技术分析方法，包括基本面的技术方法，包括博弈的一些案例等等这些还有就是行业的就是大金融和大地产，金融呢保险、证券和银行。这些的怎么分析，包括地产。地产之前呢，我也跟大家说了啊，地产呢，重点的关注地产龙头啊。最近还有很多人赚钱了啊，很多人赚钱。地产龙头为什么地产龙头一定要建议大家关注呢？就地产龙头它是一个估值体系的啊，不要大家把地产和这个政策联想起来，不要把地产简单的与房价挂钩。这么多年下来，地产跟地产股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地产龙头它有绝对的优势，它有估值的优势在，对吧？所以说最近涨得也都还不错，对吧？所以说详细呢听这些呢，那么就参加第三期啊。我的价格并不高，原因是为什么？这价格我定的是我自主定位的啊，比公司要定的要低。原因就是我希望能更多的铁粉进来，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随着虽然说微博粉丝20多万。
但其实真正能够跟随下来的铁粉其实并不多，我只希望就有一个门槛，大家一起交流基本面和财务分析，包括传统技术分析方法的梳理，是需要一个门槛，需要一个分类的，对吧？包括呢第三期进新报名的和二三期通票的人呢，我加入一个微博群，刚才有人问这个微博群的这个怎么入啊，这个你报名的电话然后通过一下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我因为忙不过来，然后让我们同事帮的，所以说不要着急啊，等周三开课前呢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加进来，然后共享的一些资料呢然后都给发到群里，好吧。这个价格我并不是想靠这个赚钱，但是呢确实要给公确实有这种课程收费的一个门槛，能给公司带来一些现金流，因为我是公司员工嘛，一定要给，这是不排除的啊，这肯定是给公司能带来一些现金流。再一个呢，我也是要给自己赶鸭子上架，我也要把自己这些能知道这些基本面和财务这些东西跟大家梳理一下，对吧？因为现在呢包括这两年做资产管理呢，其实已经在整个交易体系中，天狼的占比从原来80%-90%已经退到60%-70%，因为大部分还加入了很多基本面的一些包括财务的分析啊。这个有兴趣大家参加，这个不强求啊，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有缘人就听了，对吧？这个有缘人听，然后没缘就算了。的这个行业呢是有很多种分析方法的，并不是说我这个分析方法或者我这知识就一定值多少多少钱，但我觉得我这是好东西，对吧？好了，那咱们就不多说这些了啊。好，咱们还进入这个大盘的点评。首先呢看一下大盘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我是压涨的啊，今天是压涨的，但是呢今天错了啊，就差这个 0.5 个点啊，涨幅的 0.2， 这其实都无所谓啊，猜涨跌这是个游戏。我也说过，像我以做股票为主，就是多空不决的时候，我肯定是纠结的时候我肯猜涨，对吧？因为这是一个上涨趋势。那么大家这个如果参加收费课的第一期的人，我就讲过，第一期讲道氏理论啊和 K 线理论，第二期讲波浪理论和量价关系，当时都讲过这问题。为什么第一期先讲道氏理论呢？因为趋势的重要性，大家一定要明白，趋势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是一个逊趋势，虽然说刚才有人说今天浮盈10000的，然后变成浮盈800了，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啊。你做股票呢，总有些震荡调整，对吧？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像我来说资产配置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有20多只股票啊，然后最多的时候能有30多只啊，各个行业可能都有一些，但是仓位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这种情况要在，尤其在这种反弹的这种就是已经发力上涨之后这种调整的震荡期呢，股票是分化非常大的，股票非常大呢，那这个时候并不认为说一定要暴跌了，一定要回调了，这种时候呢是要股票来回做的。我其实我最喜欢的啊，这个最近大家反复我也跟大家提过，大家也知道，就计算机板块。计算机板块呢，我今天买入了3只计算机的个股啊，上午卖出了指数的一部分仓，就是这个仓位并不多，因为上周呢，上周三和周四不有2天嘛，还有一次回调，然后周四的时候又有一次觉得还能上涨啊，上周四的时候我也说可能要发这个月饼红包，所以说呢买了一点指数，但是并不多啊，买了一点指数，沪深300、沪深500都买了一点，所以今天上午呢就是冲高的时候就给卖掉了，这个仓位不大，这个并不重要，最主要的是把这些仓位的转移到了还卖出一只个股医药的股票，然后呢转移到计算机，3只股票今天上午和下午加起来买了3只，全是计算机板块的个股。计算机板块虽然说下午冲高回落，但是上午买的位置还是可以的。原因是为什么我看好计算机板块呢？就是说整个 TMT 行业呢，半导体芯片是没问题的啊，有可以继续拿着。半导体芯片这种呢高位震荡的时候呢，就像刚才所说的，很多个股呢会出现冲高回落的可能啊，尤其像有些个股一直在长期横盘，在突破之后再冲高回落也有可能，但大的长期趋势来说呢，半导体比如说半导体并没有说见顶的迹象啊，半导体芯片并没有见顶的迹象。然后通讯板块呢之前是最弱的啊，之前最弱啊，通信
通信板块呢是之前最弱的，但是呢最近啊就以这个当时这个发力上涨啊，最近开始涨起来的。这个其实也有几个契机吧，因为之前我给大家说过，这个市场中的反弹呢是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啊。通信板块呢这个点，今年炒作的重点的点是在 PCB 覆铜板，对吧？之后呢逐渐从点到线到光模块啊等等，再到一些比如说后来的主设备商啊，比如说中兴，然后再后来又加上联通主运营商啊等等，这些的一些催化呢，通信板块最近也还出现了。其实通信板块呢是整个科技板块中是补涨的一个板块啊，其他的个股其实走的并不是特别理想，也没有形成之前没有形，只是一个点和一个线。现在呢通信板块走成一个面，但是出现冲高回落。唯一比较就是稳健的就是半导体板块，再说一下半导体板块和电子板块。这个芯片啊，因为有几个催化剂，一个是华为产业链，一个是这个苹果产业链。华为产业链就不用说了，华为产业链从芯片到通信，再到这个带到 PCB 覆铜板，所有这些大家能电子啊等很多都有，系统硬件和软件都有啊。这个产业链咱们我在第一期最早的是讲科技板块的时候都给大家列过华为产业链的一些东西啊，那些上市公司这是华为产业链啊。最近呢又有这个苹果产业链，苹果产业链整体来说呢还受益比较多的还是电子板块，但是呢市场对它并不是特别感冒，原因大家也知道，这个新的苹果手机但能有的亮点呢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大家有，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这次亮点主要是在那三个摄像头嘛，光学摄像头这块，光学这个产业链的大家也能知道是在哪儿，对吧？就是大家都能看到就这几个，我就不提个股了，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四季度的时候苹果有一个苹果产业链耳机这一块的，四季度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四季度呢苹果有一个无线耳机的这一个新产品，所以说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电子这块。说电子芯片啊这些呢受到这种手机啊这种产业链影响是比较大的。再回到说这个计算机这块，我一会儿就在细分行业时我不细说了啊，在这里先说一下。计算机板块呢，之前做收看视频和这个很早就做这个公开课的时候我都给大家聊过，能聊的呢就是都把这个子行业跟他说，不能聊的就是这个股可能不能提啊，因为我这个职业的关系，这个个股不能提，我就没有跟大家提。但是其实呢比如说计算机板块呢分为几个子行业啊，今天比如说今天走的比较好的，像大的方向啊，计算机板块以大的方向，硬件跟软件，硬件基本上没什么可炒的，主要是软件。软件有几个带软件名字的，其实呢都是私募游资炒作的比较多一些。其实真正公募或者说稳定的做的有几个啊，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我一直是在这几个中，每个子行业有三个龙头。基本第一个是金融 IT 啊，金融 IT 大家也能看到，像这个大家也都能知道啊，像我们因为有很多是同行啊，像同花顺、东方财富还有大智慧就算了啊，还有一个恒生电子，大概是金融 IT 的主要是这个，主要是三个龙头。金融 IT 它也是轮番炒作啊，可能最近趴了两三周了啊，轮不到它，对吧？然后之前也是趴了很久，然后再轮到它。再一个就是医疗 IT 呢也是三个龙头啊，对吧？创业思创和这个魏宁，对吧？就这几个。所以说每个子行业就那两三个龙头，你只要把这几个龙头盯住了，它的节奏就不会错，对吧？再一个就是云计算呢也就那两三个龙头，对吧？什么网速啊等等这几个，也就不超过三个，是吧？再有一些像那个云计算和物联网概念呢，也有些掺着这个掺着一些通信的也有。还有就是网络安全啊，今天我也弄了一点网络安全呢，这个子板块我还真的是做了很多次了，但是做的股票不一样，原因是为什么呢？就今年六月份那个等保 2.0 之后呢，这个整个这个网络安全的板块呢其实都还是有受益的，
但是这几个个股啊，这个没有说详细的龙头，可以说每一个就是计算机板块中有一个板块最特殊的就是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几乎每一个都是龙头啊，每一个都是龙头，像今天涨停的这都是龙头，随便都是龙头。原因为什么呢？他们的涉及的行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任子行呢，他是以前做那网吧那个起家的，对吧？还有一些是数据财政，数据那个就是找证，就是那个与那个财务啊和有关的啊，与这司法机关有关的啊，还有一些是与这个公网是什么等等啊，我就不详细说了，一说这都说名字了。这几个呢，可以说像这种都是啊，它每一个都不一样，像这种也是啊，这个都是。大概是网络安全，大概有五个龙头吧，常见的有五个龙头。这五个龙头呢，它涉及到，虽然说他们都是这个网络安全里面的，但是他们所能涉及到业务并不冲突啊，能冲突的特别少。如果你详细研究他们基本面，你就知道，这几个公司它所涉及的业务是冲突是比较少的。比如说，有的跟政府挂钩，有的跟那企事业挂钩。有的呢，就是完全是跟网吧有关啊，等等啊，就是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他们业务呢之间是没有太大冲突的。但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记住，以后5G 推出或者5G 逐渐布局的时候啊，这个网络安全这个事儿其实是很重要的啊。网络安全这个比如说我们国家的网速为什么就是前些年一直被诟病啊，就是为什么没有韩国快？原因就是说我们这网络安全这块设置的这个级别还是稍微比较高的。如果网速越快的话，对网络安全的要求其实越高。当然啊，这些我就不详细再说其他的啊，还有医疗 IT 啊，还有这些很多这个概念的，它是层次非常明显的，就是每个层次的个股就两三个这个龙头，你把那几个盯紧了就可以。也有整个计算机板块，你看下来。不超过20只个股，虽然说有将近100多只，对吧？我记得好像是140多只多少啊？200多只，加还有一些240多只最开始。那这些个股呢，其实能看到的也就是20多只个股，20多只个股就把这个板块就能这个节奏就能掌握清楚了。再一个就是传媒啊，TMT 行业中的传媒其实是也是比较层次比较鲜明的，一个是电影，一个是电视剧，一个是游戏，一个是广告啊，然后类似这几种情况。那比如说这几个呢，受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比如说广告，对吧？比如广告这个，比如说像分众这种做电梯类型的广告，受经济影响就非常大。像比如说像娱乐的啊，像这个做游戏的。所以游戏的以前跟大家说过，腾讯和网易占了整个我国国内市值的80%多啊。那你说剩下的这些游戏厂商，包括星辉娱乐，星辉娱乐现在不，他是西班牙人的股东老板，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以前聊天砍过就，随便砍过就是，吴磊要进球的话，或者说这个进欧联杯的时候，这个股票都还涨啊。这个但是他主要是做游戏的。我还玩过他的游戏，但是挺烂的。总而言之，这个游戏这块如果有兴趣，我到时候给大家详细聊一聊。游戏这块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这些游戏厂商真的不赚钱啊，特别难赚钱。主要还都是被这种平台，就比如说像腾讯这种，比如说腾讯的微信这个平台啊，它抽取了大量的利润。所以说现在的这些游戏厂商，包括37，包括等等啊，包括完美，包括等等这些，昆仑等等这些都是往海外发展比较多。因为国内这个平台呢，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收取的利润还是挺高的。那国外也就是说就是这个国外是指大陆以外啊，大陆以外的市场，他们最近还开拓的比较多。这个但是他们没有什么稳定的利润。这个跟影视是有很大关系的，传媒呢，就是这个电影和游戏啊，都需要一个爆款，都需要一个爆款。这个爆款呢，就比如说像大家玩的那个吃鸡游戏啊，包括网易的原来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反正等等类似这几个游戏啊，就是这种游戏的需要爆款。有一款游戏，它并不能像暴雪公司一样，每出一个公司都是爆款。
很多这种公司啊，游戏公司都是出一堆垃圾，一堆垃圾有一个能够出爆款就不错了，然后会把利润提升很大。传媒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传媒板块呢，大体上来说，像游戏啊、影视啊，这些都是短炒的、波段的多一些。广告这块呢，有可能还是一个中线的好一些，原因就是说它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经济如果顺周期的话，那它的广告业务就会提升。比如说像去年的这个数据统计，像2018年到2019年上半年统计呢，其实这个数据方面啊，大体上来说，广告业务下滑最快的就是 TMT， 就是广告业务中就是。TMT 像科技啊、手机这块广告业务下滑非常快，因为他们周期下滑非常明显。然后比较稳定的还是消费，像白酒的广告啊，包括烟的广告啊，包括一些吃喝餐饮的广告是相对比较多一些的，相对比较稳定，尤其是消费的块，对吧？那也就是说，整个 TMT 行业呢，大体上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啊。这几个行业呢，还是以科技为主。再延伸一下呢，就是这个军工，军工呢。谈到这军工啊，我估计每次问我军工我都是比较看好的，但是你让我买股票嘛，最近我真没有买军工，但是我做了军工 ETF 是这样，因为军工这特别难找股票。基本面方面呢，虽然这几年我也对股票的基本面涉及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是这样啊，如果你基本面不研究的话，你那股票你是拿不住的，而且呢像股票呢，是尤其在下跌过程中怎么能够低吸，这需要有基本面支撑的，对吧？因为技术方面来说呢，都是要追涨的。打个比方呢，就原来老邓若超我们三个聊天的时候还说过，就我们几个人的股票操作风格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跟若超老师我们俩还接近一点，但若超老师比我胆子更大，他可能在暴跌的时候他敢低吸，我这两年才敢这个找一些基本面比较好的，比如说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三一重工啊，基本面比较好暴跌的时候我还做超跌反弹，然后呢，在我喜欢做的就是横盘，然后底部筑底开始起来的。老邓呢是属于顺势交易者，老邓是属于顺势，一定是等趋势已经起来了才开始进来。所以我们之前聊过天，基本来说刚开始，比如说同样一只股票，若超我们俩反复做了之后呢，然后最后卖给老邓。啊，就大家调侃嘛，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每个人的操作思路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军工呢，其实基本面来说呢，最基本面比较难捕捉到的啊，军工和医药这两个行业，我是觉得基本面是最难挖掘的。医药呢是因为专业性比较强，有中药啊，中药这些好理解，中药和医疗设备，包括一些疫苗啊，这些都还好理解一些。最难的就是一些创新药啊等这些，比较难理解，因为专业门槛比较高，你需要花很多精力去研究。再一个，军工这边比较难研究，是因为它信息不公开的啊，信息不公开，这不是说你研究不了，它是不公开的。整体来说，跟大家理性这个思路，军工呢就是海陆空三块。那么这个有阅兵这一个概念刺激呢，包括军工之前的整体技术形态也不错，所以说我是一直比较看好军工的。但军工呢，我一直搞不明白究竟是考肯定不能炒海了，炒海的已经之前炒过了，对不对？像那个南北那个合并啊，之前那种船舶那种炒的已经有点过分了，肯定是不能炒海军了，对吧？那就炒那什么呢，炒这个空军跟陆军。空军跟陆军这块呢，空军就有几个，有飞机的，有直升机的啊，陆军呢又有好几种，对吧？那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像那个民参军啊，还所以说这些概念呢，民参军呢像有一些通信行业的，还有电子行业的，这些个股都有，但是你不确定究竟该炒谁，所以我干脆直接就少配点军工 ETF 得了。所以说这是我投机取巧一个地方，军工是一直看好的，未来走的这个形态呢，基本来说并没有认为是顶部啊，还能再往冲一下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个股一定会分化非常大。所以说军工不太好操作，军工呢就是短线玩一波，或者说波段做一波，这种情况是更多一些。军工不太适合做长线啊，也不太适合做中线。这是科技板块延伸的一个军工，再一个就是再延伸的一个就是医疗了。医疗这块刚才也说了，医疗这块我最近还做了一些，原因就是说。在大盘震荡调整过程中，有些医疗行业的个股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对吧？有一个补涨的需求，即使下跌呢，还能有防守性，对吧？所以说医疗这块还可以，这是主要把科技板块跟大家聊了一下，消费板块在这就不主要说了，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再说，接下来就回到大盘这来，大盘呢，为什么把科技板块这几个板块小的板块说一下呢？原因就是说。这个位置做短线的第一高抛，主要就在科技板块中。科技板块弹性比较好，你要做一个，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那么可能，真的是很长时间才赶上这一次暴涨，对不对？或者说，有的这个股票呢，就是僵尸股，好长时间不动，买那股票，我觉得还不如不买，对吧？除非有一些银行股会买当一些底仓啊，那是另外说的，那为了打新。其他的股票呢，我都不愿意买那种僵尸股。你要做就做，要做就做弹，不做就不做，对吧？因为我们有时间盯盘操作，做短线，一些短线仓位是可以做的。所以科技股呢，弹性比较大，那么可以适合做低吸高抛。所以重点把科技板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大盘这块呢，咱们先说大的方面啊，大家可能预期呢，10月份之前不会下跌，而且这种预期完全是没有理由的啊，这种预期没有理由的。所以说呢。虽然说我现在并不认为下跌，但是咱们还是把这个话说出去，不要真的以为不会下跌，明白吧？我也一直在警惕自己这个事情，不要短线玩玩，因为短线玩得很嗨，是吧？啊，低吸高抛这节奏掌握得特别，感觉很爽，就怕这种节奏停不下来，所以我也一直在警惕自己在做这种停不下来这种事儿，所以说今天呢，仓位适当还是有些降低的。啊，你想，买了三只计算机股，然后出了一些指数，还出了一只个股，整体来说仓位是略微有些下降的，但是并没有下降多少，但是如果继续往上涨的话，这个仓位会保持滚动一个状态，不想继续加仓了。原因就是这个位置上，如果来一根这个断头铡刀，那个就不好受了，非常非常难受。哎，我这话我不能说是吧？我因为。这话我收回来行吗？我把这话收回来，因为以前只要老说断头铡刀就来断头铡刀。好，我收回来啊，这话说，假如说有些震荡调整啊，假如说我这个外号就这么来的，千万不能这么说了。但是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上的市场趋势是可以的，趋势可以的。但如果你顺趋势交易到这个位置，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一会儿咱们把一些个股所有的行业都捋一下就知道，现在很多行业呢正好到了无穷成本线的支撑位压力位，有些呢个股呢正好到了前期，也就是今年4月份的一个高点，也是遇到压力位。所以说现在这个关口是一什么位置呢？这位置如果涨，大家记住啊，涨这个位置可能就收不住了，暂时收不住了。3100是没问题的，3100是肯定能突破的，就是这一发力涨，你想吗？如果要是浪形来说，那么如果再上涨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小的浪形中就属于三浪或五浪了。三浪和五浪这个浪形的话，一定是冲的是比较高的，对吧？因为我不觉得这块是二浪，对吧？整体来说这是一，这是二，那你说现在是属于三浪的之中，三浪之中，三浪之中，如果要是正好是一二，那也就三浪三。如果要往上冲的话，有可能三浪三，三浪三冲击力度是比较强，3100是肯定是扛不住的。肯定是挡不住的，所以这个位置如果发力上涨，那就是一个大牛市，就是这个短期的一个小牛市，短期的小牛市。但如果回落也是非常惨的，回落也是非常惨的。所以这个位置一定要在操作的过程中也要保持谨慎。所以说现在呢，基本上以短线开始这个浮动的操作为主。我现在基本短线呢开始浮动操作。现在我的股票仓位中浮盈超过10%的已经特别少了。啊，只有两三只了。上周浮盈超过20的几个，还有几个都在陆续的开始减掉了。开始把一些，因为有些已经放量了，然后开始调整，牛的开始减掉，然后现在开始把一些利润收回来，然后做一些短线。然后呢，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先说数据吧，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数据。首先看抛压。大家觉得抛压很大啊？这个还是这样的话啊，做股票的别把抛压看太重啊，因为很多投资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股指期货的这个数据，或者通过我们股指期货的课，或者说包括我们盘中微博发股指期货的观点，然后关注我们天狼五零的。但是记住啊，
以我包括我们好几个人，好几个老师的，我是以做股票为主的。这个抛压啊，这个抛压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盘中是看抛压还可以，震荡是看抛压，尤其是比如说2018年，一看抛压起来就是高点，看抛压起来高点。但是不要忘了，比如说今年一季度，包括整个牛市的抛压都是顶着上来的。抛压不是说反弹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一定是这个抛压和这个买盘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抛压跟买盘结合在一起。另外呢，就是资金现在是比较充足的，而且现在有热点，现在有热点，对吧？所以说科技板块呢，这几天应该是一种轮番的调整，但是一样还有轮番的上涨，对吧？再一个就看中证五百指数，中证五百指数其实现在这个位置，问题也不大，问题也不大。所以说你要我做指数呢，我在这边重仓做指数，我肯定不做了。指数呢肯定是低吸做的，对吧？咱们八月份的时候，我没少低吸，包括6月份、7月份都一直在低吸这个指数，对吧？这现在这位置肯定不低吸指数，但是可以做股票嘛，股票还是可以做的。创业板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前期高点啊，四月份高点走的这个位置上，怎么就是不认为它是要到顶了，你也觉得它要调整一下吧，对不对？那么再一个就是市场中现在的资金情况还牛熊比，牛熊比呢反应就是这样，对不对？你看这牛熊比呢，就是好股票呢，还赚钱的股票还是挺多的。那么咱们以这个为例，看一下涨跌平板啊。第一个咱就不看了，第一个这退市的今天涨停，这个大家记得吧？这就是雏鹰牧业。之前就是把猪养死那个，然后呢一季度还爆炒一顿，对吧？去年十二月末把那个二师兄都没有饲料了，把猪养死了，对吧？这个公司咱们讲财务的时候讲过，第一期的时候也讲过，这个财务肯定是有问题的，商誉又特别高，对吧？现在这种情况短炒这种不要太在乎它啊。然后咱就说一下这个市场风格，你看一下为什么要做股票啊？你看这个股票，比如咱们按涨跌停板来说，这种股票都是我喜欢的类型，都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三角形，然后呢就是筹码中位密集，那这种一动就是一个突破。为什么我要做股票？为什么要看抛压很大，或甚至有可能冲高回落也要做一个股票？这种股票还是挺多的，对吧？你看，对吧？咱随便聊涨跌，这都是相对中高位的，然后做量调整。然后发力上涨，咱不要太多，就要这么一两个短线也可以，这就不是咱说的类型，这是第二波了，对吧？你看这种也是，这种你发现都是什么样类型了吗？都是些补涨的，前期呢都是挺惨的，然后涨起来之后又补涨的这种个股是比较多的，对吧？电气板块是不是？这个不算，你看这种包括这种之前的僵尸股。这种股票的发力上涨呢，都说明一个问题，都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市场中的资金尝到了赚钱的甜头，然后从一些高位的资金、高位的个股中出来，然后寻找中低位的做一些补涨，对吧？然后尤其像这种有概念炒作的这种，对吧？像这种计算机板块的，这不都是吗？前期都是这种缩量调整，然后这个收敛三角形，然后筹码，然后突破，对吧？我调一下这个最近可以，对吧？这就简单找一下为什么说现在有些股票还是可以做的。但是呢咱们反过来说啊，一定要再看一下跌停板的，就有些股票呢不要追高，你看了吗？不要追高。这种股票大家如果看的话，前一天大家可能觉得这只股票基本面不错啊，筹码不错，然后均线都是多头排列，这种股票很危险，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幺蛾子，对吧？尤其是三季报又开始慢慢的预告了，这种退市，这只股票也很有意思，它老是来回这种折腾，对吧？你看这种高位的直接来个断头铡刀，这种也很危险，就高位的不要去追涨了，高位不要去追涨。这一点呢，有些尤其像这种啊，尤其像这种。这个咱们在这个下正好第三期收费课的时候咱会讲这个买卖点，
买卖点的是都会把这些当成一个案例给大家汇总一下，这种就明显出现卖点，或者说，不能追涨的这种。还有一些这些猪类的，猪类的我跟他说过吧，应该是什么时候？大上周是我直播吧？大上周是我直播，大上周应该是9月3号左右。当时就之前我一直看好猪周期的。一直有些股票呢，像这种都是龙头，对吧？之前这种龙头我还没少做，就做短线，因为你想在这种位置不敢拿长线的，但是上周和大上周做直播的时候，人在问到猪的时候，我说我已经不敢再看这个猪类的股票继续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收益了，原因是为什么呢？当时聊过两个概念。两个担忧，一个是大家现在都觉得猪肉价格在上涨，但是这个其实预期已经一年多了，只是现在这个，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猪这个从这个到出栏是要多长时间的吗？是半年，最快半年，然后一般是3个季度，就是2个季度到3个季度。所以说你说看我们这分析师容易吗？啥都得研究一下，猪啊鸡啊什么都得研究研究，什么白羽鸡啊，所以说你不要以为研究基本面这个很简单，很多东西都不能停留在表面。比如说这猪这个东西出栏这个问题，就是半年到三个季度，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危机爆发已经出现了，猪肉价格已经上涨了。当时第一个担忧就是说，为什么不想继续短炒这个猪价股呢？原因就是说，猪肉价格这一段时间最近一两个月炒得太高了，对吧？最近一两个月炒得太高了，这个时候国家是一定会出现各种调控政策的，一定会出现各种调控政策。这个其实对这个之前已经炒作这么长时间之后呢，预期会大打折扣啊。第二个就是这个疫苗这个事儿，猪瘟疫苗这事儿。说白了，猪瘟疫苗呢，并不可能马上就出现这个有效的疫苗，因为猪瘟这已经是非洲猪瘟啊，已经是几百年了，已经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为什么外国都没有那个弄成有效的疫苗呢？这我以前跟大家分析过，因为呢，猪肉啊，中国吃猪肉是占比是最多的，整个全球来说。大部分猪肉都是中国吃的，啊，而且中国这个就以我们国内来说，猪肉的占比也是，就是以国内的食肉这个品类占比来说呢，猪、鸡、牛、羊等等这些来说，猪肉也都是占大头的。所以这个猪肉到中国这块出现问题，猪瘟出现问题之后，所以说我们国家研究的猪瘟疫苗反而是很积极，因为什么呢？这是有商业利益，而且是有这个民生在里面的。所以说这一块呢，咱们中国这个疫苗研究进程好像比国外要快很多。过去几百年他们都没有研发，咱们这块进度比较快，这是有原因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非洲疫苗不是那么短时间突破的。但是有一点，做股票这个东西不怕，很怕这些东西。有一点疫苗进展，这个都会遇到，把之前的预期都会大打折扣，对吧？所以说这个不敢继续做短线。但是呢，有这个催化剂作用呢，并不认为这种股票就一定见顶啊。但是不好做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做了，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名牌了，明白这意思吧？以前是一个，就是咱们炒股票呢，这个对基本面的分析和解读和预期都是有预期的。这个预期呢，在大家预期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市场的关注度不高的时候，你是有做头的。当市场关现在挂个猪肉都已经当炫富了，是吧？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猪价股呢，其实你再有炒作的空间可能不大了。打个比方，你可能有一些周围的认识一些朋友，明明不做股票或做股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哎，猪肉价格上涨了，就买猪肉股吧。这个他们想当然认为的一些逻辑，就韭菜已经进来了，那这时候咱们就不要做这种事情。这个市场是反逻辑进行的，对吧？好了，这大盘和主要的一些行业呢，就跟大家分析这么多啊。再一个就是，看一下大家问题，然后我就再把所有的行业都捋一遍。鸡肉股也有好啊，鸡肉股也有好的。鸡肉股我之前说过吧，
肌肉骨我被洗出去的，对吧？这可是大牛骨啊！我在这做了多少轮？做了多少轮？做了多少轮？这个我只能说我的预期比市场的要早。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市场的预期是比我们就是研究一些基本面的这种分析方法要晚的。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一直在交易的时候，就反复做这个的时候，当时我还给大家举例子，就是我这肌肉替代的概念，对吧？我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肌肉替代，就是猪肉价格一定会上涨的。当时我是这样讲过吧，猪瘟然后影响猪肉价格，猪肉价格会以后是一个上涨的一个周期，对吧？然后呢，肌肉是一个替代，肌肉这个替代，而且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健身，对吧？还这都是最近几年，而且肌肉这个东西，南北方包括鸡鸭肉这些吃的还是比较多的，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概念还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像这种股票是一直以来都是机构比较喜欢的，所以说像筹码啦表现都还不错，对吧？这是我比较早的关注的。但你说我没有从头拿到尾，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受大盘一震荡啊，把这个洗出去了，对吧？这些正常啊，洗出股票有的是啊。像我这天天做股票的，被甩掉的牛股特别多。但是抓到牛股也有，但是只是不能嘚瑟而已啊。所以说这个丢掉的反而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好像显得自己很什么似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哦，汽车板块可以说说啊。周期中呢，我看好的就是说，刚才一个科技板块，这个周期，汽车股呢，我现在是还有的啊，汽车股现在是还有的，汽车零配件的，包括汽车整车的啊，我都是有关注的，包括汽车零配件还有，原因为什么呢？这个汽车股呢，我是一直是比较关注的。这个我就直接给大家讲了一个事件了啊。汽车板块，大家看到汽车板块现在遇到一个什么？我之前那边反弹，我说过我拿了好多个汽车股，从汽车整车、新能源汽车，包括汽车产业链的上游的一些配件，在8月份的时候，我拿了最多是有将近5只汽车股，我真的是比较看好当时的汽车的反弹。原因就是这个，大家我之前给大家分析过这个逻辑啊，就是说，现在呢，就是经济三驾马车，对吧？消费啊，投资，再一个外贸，外贸现在是不指望了，对吧？外贸肯定是不指望了。那么就是一个消费，一个是投资，消费靠什么呢？对吧？消费不能靠茅台呀。其实消费真正占大头是汽车，明白吧？汽车是占大头的。然后呢，投资靠什么呀？投资靠基建，投资靠基建。所以说，如果要是国家采取逆周期调节的话，那汽车跟基建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板块，这是两个比较重要板块。那比如消费呢这块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从去年开始就减税降负等等，这些都是促进消费的，都是促进消费的。因为这个咱就不详细说了，因为我在第二期收费课的时候已经重点给大家讲了消费板块，重点讲了整个大消费板块。大消费板块包括价值代码，包括食品饮料啊，还有这些，包括周期，包括汽车呀，纺织服装、零售、旅游等等，这些都是周期的。整体来说呢，这个汽车占比是比较高的。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正好8月的社零数据也发布了，包括今天整个公布这些数据呢，都不是很理想，都不是很理想。但是市场表现呢还是比较淡定，原因就是说这个虽然说不及预期吧，但是这个大家都。其实机构呢都有预期，但明白这事儿一定是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对于逆周期的调节，其实大家是有预期的。刺激消费最主要的就是刺激汽车的消费，汽车是占大头，汽车占大头，然后控制这个像猪肉价格和这些食品销售的一些价格。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基建这块呢，因为之前跟大家聊过这事儿，有人问基建看不看好，我是一直对基建长期是不是特别认可的，
但短线我也做，比如说水泥股，我前两天也做了。这个就短线的问题啊，短线有技术条件，还有这个可以有概念炒作，你就去做就是了啊。千万，为什么说啊，我不喜欢把自己这些一些问题就放在微博上，或者说直接跟大家说出来？原因就是说，千万不要把自己固定了。哎，我不看好券商，我就不做吗？我凭什么不做？能赚钱我干嘛不做？我不看好这个，长期的基建，我有短线的可以捞的机会，干嘛不做啊？对不对？这个人这个东西，哎，今天还有问你不看这个大盘1800点吗？我说这个大清已经亡了，那哪年的事了，对不对？就说这个市场啊，一定是不能被自己的观点所拘泥下来，人不能有这种偏见，对吧？尤其像我做股票的，一定要灵活一点，什么能赚钱是好事，包括比如说像我那些收费课。我一直给大家传导一个思路，咱们虽然说是知识性培训，但是我告诉大家，并不是咱们真的是为了当教授然后给大家考试的。我给大家教的那些，比如说理顺的一些基本面的，包括财务的数据，包括分析方法，我不是让他去考财务的，不是让他去考注会的，去考注会你干嘛听我的课呀？我是告诉你一些股市中要用的东西。咱们不是为了学问，为的是在炒股中赚钱，这是最主要目的，对吧？比如说汽车板块就是这样，汽车板块呢，您可以说汽车一塌糊涂，六月份不好，六月份因为国六的标准，咱七月份去库存，基本就是说去库存周期六月份之前结束了，然后之后呢就补库存周期，补库存周期我之前讲过逻辑，就上游的产业链就是汽车零配件，汽车零配件这一定是有比较持续的，之前是整车。之前整车大家比较关注，后来就汽车零配件、汽车电子这些受到一些关注。但是汽车板块呢，整体来说到现在为止，我也只能看好的是汽车零配件，因为这个是确定，相对来说确定一点。整车这块，因为销售这块或者说利润啊，短时间一二季度可能不是短期间一个季度可能还看不到，对吧？所以说这块呢，还正好这整个汽车板块正好到了无穷成本线的压力，对吧？在这里就说一下，就是说。几个事儿啊，看看吧。哎，把我调出来啊。说两个事儿啊，就是说最近关注比较多的两个事儿。刚才讲了这个，把几个重要的板块说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快点讲。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事儿，我跟大家聊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无人机炸沙特这油田这事儿。其实这个，我觉得啊，这个还真不是短时间的影响，大家不要过于轻心，不要掉以轻心。这个大家要看整个这个一条龙啊，或者这个一个产业链的问题。如果油价上涨，这首先呢，油价是肯定要上涨的，是吧？油价上涨。那么首先来说，利好的是哪儿呢？俄罗斯这边肯定是利好，美国其实也是，俄罗斯和美国这两年出口的石油是比较多的啊，沙特那边出口少了，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利好的。那咱们不说这些事儿，就地缘政治这块儿，其实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真的不要过于这个掉以轻心这事儿，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是沙特这个油田被炸呢，其实是与这个中东局势有很大关系。这是一个属于中东局势升级的一个表现。这个接下来后来的事态，沙特一定会报复的，沙特一定会报复的，对吧？这个是肯定的。这个不管是报复也门也好，报复背后的伊朗也好，等等，或者说，因为沙特是大家知道这个中，可能如果大家不太了解这个，或者说不关心这个政治和这个宗教的话，可能不太知道整个中东这块什叶派、逊尼派，虽然说都是一个教派的，但是呢，像沙特是逊尼派的，像伊朗这边是什叶派的，所以说它呢也分为这个几个阵营。然后美国呢支持的是沙特跟沙特这边，当然以色列不用说啊，以色列不是他们这个教派的，就是这块呢，他们是之间也有很多的摩擦和战争的，对吧？所以这块，其实很，也要防着这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有再一个，就这个一个地缘政治这个事儿啊，有没有擦枪走火战争这个事儿，大家看一下，多关注一下这方面新闻啊。再一个，这个肯定对全球经济影响，就是油价上涨，比如说。中国就我国对于油价的依赖度就非常非常大，在这个油价上涨过程中，那么燃油汽车，包括经济，都会受到影响。
整个如果油价下半其实整个全球经济现在都不是特别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油价再继续上涨的话，那其实对整个全球的经济都不是一个什么好事，尤其在贸易摩擦呀，或者是内需在下滑呀等等这个大的背景下，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应该选择一些，如果这个事态持续发酵，那么你应该配置一些什么样的防御型的板块？比如说配置黄金，黄金又跟美元挂钩，对吧？啊，黄金又跟美元就成一些反向的一些动作，还跟美国国债有关系等等这些东西，你应该考虑应该选择一些什么避险的。那比如说咱们投资 A 股应该避险一些什么呢？对吧？那就是金融、地产、消费、龙头或者是医药这些，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健的。就是说经济如果进一步下滑的话，受外部和内部这种情绪影响的话，那么其实银行保险是没有问题的，银行保险是没问题，然后地产龙头是没问题的，然后消费的龙头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对吧？医药的一些行业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它确定盈利增长是确定性的。所以说你要考虑，如果在一些经济下滑或者说股市下跌的情况下，是不是要配置一些相对保守的一些东西啊？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就是说，上周出现一个大事儿啊，大家可能不太关心。可能不太关心的是，就是说上周这个华尔街出现一个大事儿，就是量化基金上周10年以来最惨的几天，这也是一个经济混乱或者说转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说在上周上周周一还周二啊，9月10号我看一下，是周一还是周二？9月10号、9月9号、9月10号、9月11，也就是上周一二三那几天。大家看到的美股是没有什么太大波动的，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你看一下新闻你就知道，那几天，华尔街那些量化基金爆仓的是清盘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要的是动能因子量化基金爆仓的非常非常多，就是说这些基金它的配置的是问题的，配置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一直说啊，这个。量化这个东西呢，量化基金过去多少年，有起伏，有几年特别风生水起，有几年特别风生水起，但是一直以来并没有大家想象中像阿尔法啊，像阿尔法做象棋那么简单。这个市场交易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人脑，记住，人脑一定是做交易是一定是比电脑要好的。大家不要以为电脑这个有，比如说我们软件有几个指标大家觉得还不错，但是一定要加上人脑去辅助。一定要加入人脑去辅助。为什么量化基金？最开始几年，在华尔街排名前十中有两三只，后来基本上都前十都没有了。原因就是说，这个所有这些，大家可能对这个量化不太了解。我还真的去听过很多这种类型的课，包括国际，包括澳大利亚和那个美国的一些专家过来，我还都去听了一下，有期货的，有股票类型的。这些因子呢，其实你绝大多数都采取与过去有关的一些东西。打个比方，大家知道我们天狼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些量化的这个股指期货的一个盘后的趋势交易，炼金炉1号、2号、3号，对吧？那时候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还是比较成功。但是后来为什么取消了呢？或者说为什么不做这些东西？因为一个最主要问题，之前股指期货只有 IF 一个合约，只有 IF 一个合约，后来有 IF、IC 和 IH。就乱了，这东西你的标的和就乱了，那么你这个以这个为参照物，那么那些就不行。所以整个来说，我们公司也有专门做量化的一些工程师，但整体来说现在依然没有跑出特别好的一个成绩，我觉得还不如我自己用脑子做的好呢。原因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要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说量化基金啊，在上周爆仓很多，是10年来亏损最惨的一次。原因就是说，它这个动能因子啊，在过去20年的跑数据中呢，只出现过十次，只出现过十次，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就上周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就出现大量清盘，原因就是它的对冲呢，比如说能源股跟科技股的对冲，导致就是出现巨大的偏差，就是说股票呢，它会有这种巨大的偏差，配置偏差，即使不做指数，配置股票，它也出现巨大的偏差。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啊，对，导致这个量化基金爆仓那么多，导致了这个国债，美国国债还上涨了30%多啊，等等这些事情呢，就告诉大家，就整个在这个美股呢，也在这种风格的切换，它也对于这个经济呢，也是有一定的不良的预期在啊，所以说这个市场呢，并不是大单像大家那么想象中那么好做啊，股票呢还是轮动啊，多对基本面了解一下没有坏处，多对基本面了解没有坏处。好了，那最后呢，咱们把这些几个行业呢都捋一下啊。从这儿开始捋啊。首先看半导体啊，至少来说，从技术形态来说，那你可能说筹码这块是有大头沉，但是趋势来说，你看这个成本均线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吧？成本均线没有太大问题，依然还是保持一个相对强势。就半导体这个什么时候会出现见顶信号呢？一般来说，我觉得是不太会，可能是出现一个断头铡刀，或者说在高位震荡，然后呢回踩这无形成本线等等这种情况。就像刚才那个猪肉股票会形成那种情况，那种情况下呢，指数不涨了，但是有些个股会出现一些补涨的，或者说一些就是说到最后就是由点及面，由点及线再到面。整个面儿都结束之后，再到一些固定的一些点，继续持续的发力，啊，所以说股票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赚钱机会，但是整个指数呢，暂时间来说可能会进入一个高位震荡的状态。电子跟这个半导体是一样的啊，它俩差不多。然后贵金属就不用说了，贵金属呢这个全球避险，这个还是占主导因素。大家也知道，我以前说这个做黄金我是很少做的，原因就是说它与这个政治啊、经济啊，包括一些突发事件，就比如说，如果要是你之前做空或者说做空贵金属的话，今天就惨了，对吧？如果要之前做空油价也惨了，对吧？一个油田被炸，就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连锁反应。就说这个黄金、石油这东西呢，是与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都有很多关系的，包括航空股，航空股呢与这个油价也有很大关系，对吧？计算机，就刚才所说的啊，计算机板块虽然是到了前期顶部啊，前期底部啊，前期顶部这个位置呢，应该是一个上冲或震荡啊。这个其实跟半导体是小型的半导体走势，只是说这个前期有压力。像刚才所说的，细分子行业是轮动的，细分子行业轮动呢，有可能把它推动一个这个位置像一个五浪啊，像计算机和半导体走的，尤其计算机这比较明显，像走第五浪。就是三浪的主拉升结束了，可能进入第五浪。第五浪有可能长一点，有可能短一点。但第五浪呢，会不会有延伸呢？暂时来说觉得有点难啊，暂时来说有点难，因为指数这块拉抬的幅度呢，可能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传媒呢，整个指数呢，正好到无形成本线。大家注意看啊，到无形成本线附近的板块非常非常多啊，记住看一下。这块刚才细说了啊，就在这不细说了。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公共交通这块儿，证券板块这个简单说一下，证券板块这次海通走的相对强一点，就是几个龙头嘛，就是中信、海通、国军，大概是几个龙头，剩下都是在二线的龙头，再都是一些小的券商。整体来说呢，做券商股呢，做券商股票也行，做券商 ETF 也行，或者说看好指数呢，做券商也可以。但是这种券商股呢，适合于低吸和横盘突破时买，横盘突破时买入，而不适合追涨。因为这个券商股呢，它跟指数类似，暴涨之后呢，就是回调或整理，可能就把你洗出去了，对不对？但是券商股走到这个位置上来说呢，并没有说明显的看空的架势啊，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多头排列。但这个位追进短线有一定风险。保险板块不用说啊，它不断创新高。其实这个因为个股比较少嘛，受到这个平安的影响比较大。银行也是没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银行呢，跟保险其实如果扣除一些小的银行的话，其实银行股也跟保险走的差不多。这个像银行、保险啊和券商，这个在第三期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聊一聊。包括一些聊银行的时候啊，聊券商和银行的时候，到时候还会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像，麻辣粉啊，什么这些等等这些政策，
一些解读吧。因为这公开课呢，大家可能不太很关心这些问题，这些呢都是比较专业，或者说但是又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分析。但是公开课上大家就不讲这些了，咱们直接说简单的一些东西就行了。还有这精细化工和专用设备这两个板块差不多，都是一些可以忽略整个板块，精选个股，像设备啊、化工啊这种都是独立的，很多个股都是走独立的，不要太在乎指数。有色这块呢，主要分为几个，一个大金属铜和铝，还有黄金，黄金那是另外一个因素，受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就是铜和铝这个大金属。包括电解铝啊，包括一些铜啊等等这些，小金属呢，像与新能源汽车有关的钴啊，锂呀、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些类似一些，像一些中性的一些的锆啊，什么这些锌啊等等这些，看一些技术形态和基本面的挖掘吧，但是有色这块受整体来说还受经济周期影响比较大，毕竟都是周期股多一些。所以说这个周期股呢，就像汽车和这个和消费，就是消费类的周期是一样的。如果逆周期有些调节的话，经济有些转型，或周经济有些见底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些有色和钢铁这种，这些主要受益于呢，像比如说像基建类似有关的啊，就是这种还是受政策影响比较大。所以说呢，最多也是短线，但是呢提前潜伏上去会比较难受啊。通信板块刚才也说了，这个位置其实快速拉升之后呢，现在进入一个高位整理啊，这一块通信板块再有指数的一个机会，暂时来说也是第五浪，对吧？这个明显的一二三四，然后现在再走的话第五浪，这第五浪有可能是形成 M 头最弱的一种情况啊，最弱的情况是连新高都不创，直接是一个变成一个下跌的二浪，对吧？就是失败的五浪，稍微强一点就是形成 M 头，再强一点就是五浪跟一浪是等长的，五浪跟一浪等长的，再强一点就五浪跟三浪是等长的，对吧？但目前来看这个位置上，至少来说能出个 M 头是有可能的吧？这当然 M 头大家以为是看空，但其实这种震荡格局啊，主要还是震荡格局。电气设备也是一样，跟刚才专用设备啊和精细化工一样，主要看脱离板块看个股。国防军工刚才说过了，整个军工板块个股不好找，你可以做指数。房地产看正好到无穷证明线，但是呢地产龙头没有问题啊，地产龙头我看啊什么时候会讲，对，这周五社会课上讲那个估值分析的时候，这周五就会讲啊，地产的估值给张图你就明白，地产为什么估值，为什么地产龙头走的那么好，地产的其他股票走的不好，就是估值在作祟，对吧？估值是很重要的，对于这种股票估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看技术形态就不要看了。到时候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各行业的估值的一个中，现在估值是多少，然后是偏高还偏低，对吧？汽车板块也到无穷证明线，对吧？所以说这个位置呢，整车可能不太好做了，但汽车零配件啊和这些上游的汽车电子啊可能还有一些小炒的机会。化工也是一样，到无穷证明线左右，哎，都是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位置呢大家看都是到这个位置很关键的。土木工程基建这块呢是这样，因为前段时间这个为什么有个刺激呢，就是专项债这块呢，前段时间领导讲话，就是这个逆周期调节，然后呢四季度会释放2022年的一些专项债的额度。记住啊，措辞有些人就最怕对于基本面或者是对消息面的解读就是一知半解，你要学就认真学，千万，因为为什么你看有些股民炒了20多年的股票啊，谈好像谈基本面好像也能谈出个东西来，但它都是理解的皮毛。最怕这个，我们一直讲啊，这个一瓶不满半瓶逛荡，对吧？最怕那种就是懂一点儿，然后呢又不深入，这是最危险的。就比如说如果你看这消息以为这个大势说的是释放额度，记住啊，它是额度而不是说释放钱，就是
比如说中央债四季度会释放一些额度，额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你要好好研究一下，它是说把这个上限或者额度提高，但并没有说四季度就一定发钱，明白这意思吧？所以说这个基建这块呢，之前炒了一下，然后大家就不炒了。其实说大家对于基建，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因为地方就是三驾马车，消费、外贸、投资，投资靠政府主导，消费呢靠减税降负啊，和一些这个逆周期的刺激政策，外贸指望，外贸短时间不太，就是你有一些政策也不可能立竿见影，明白这意思吧？就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因为地方也有专项债啊，很多像不能基建跟地产又挂钩，你既然房住不炒，那么基建这块呢，也你想刺激，地方政府那块也不好弄啊，还有很多这两年一些加杠杆啊，政府加杠杆，地方债很多问题刚刚处理好，所以以前现在的问题就是以前的时候出现经济下滑，我们可以用房地产，可以用基建，但这次呢坚决不用房地产，然后呢基建这边是定向的，哎，实施一些基建。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为什么前段时间我炒我也短炒了基建，但是我炒的是水泥，这你要明白这个逻辑，水泥是最早期的，要炒就先炒水泥，那个工程基建那边订单还没有这个事儿，没扒的没一撇，所以炒一波就先跑再说了，对吧？所以说整个产业链，不管任何一个产业链，你要知道谁是上游，谁是中游，谁是下游，如果出现什么事情先炒谁，这个子行业中先炒你的股票，要理解这个节奏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基建这个事儿呢，看四季度吧，啊，并不是说特别看坏，但是呢记住它炒呢也就一个短线的啊，主要的就是水泥这块是一个，在一些工程材料，像一些做防水的呀，所以说做管道的呀，做一些这个什么，还有一些与家具有关的，做瓷砖什么建材，类似这种也会受到一些刺激，对吧？然后剩下才是一些主要的基建，那些铁公鸡什么的，对不对？你要理顺这个逻辑啊，这个详细咱就不说了，这个第四期的时候会重点讲基建板块。然后这个通讯设备跟其他一样啊，化工设备电器都是一样的，化学制药，这是整个医药板块都是可以的。酒类呢，前期这块出现一个放量，这块主要导火索呢还是大家关注的茅台的价格的下滑啊，但是我看了那些消息啊，消息有点就是标题党了，茅台的价格是下滑了，但是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啊，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那种报道呢就相当于是报房价是一样的，比如说记者们啊想报告哪位置的房价下跌了，他一定会找一个啊，比如说2016年2017年某地区的房价最高是8万，然后平均价格是7万啊，或者是6、7万，但是当时有最高价是8万5，他就给说当时最高价格这个位置涨到9万，就比如说北京市某某区近几年价格从9万跌到了2019年的6万，这个6万他又找一个特别差的户型或者是能成交，就是报道的是属于这种。所以当时茅台也是这种，确实茅台价格当时是有散装和批发的，这有几种啊，确实与对比来说是下降，但没有消息报告那么夸张啊，没有报告那么夸张，这还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整个来说呢，茅台类似这种酒啊，怎么说呢，这种散户是不要做了，散户不要做，机构呢也都是被逼的做的，知道吧？那些公募们啊都是被逼着上这酒车的，明白吗？你要明白他们不买茅台会觉得很丢人啊，所以说这种丢人也就是说就觉得他们是被逼着上去的啊，逼上梁山啊，所以说到这种情况下，这个酒类已经不是股票的问题了啊，已经是一个理念啊，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机构一种生存状态的一种问题，这个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不要单纯的以这个茅台衡量这个基本面和价和这个技术面。零售呢，这个与这个经济影响比较大啊，社零数据一直在下滑，它肯定很难上涨的，但是还是关注一些逆周期啊，这个起来的，但是零售板块商场超市
有好的有坏的，只有几个好的。装修设备一样，家电也是一样的啊。家电其实也只有那几个好啊，其他也都不好。原因就是它受到地产啊周期影响还比较大。哎，这个这期的最后一节课讲地产产业链的时候会讲到，地产产业链中本来消费呢应该上第二期讲家电，但是我把这个家，因为消费讲的各板块已经比较多了啊，我把受地产影响比较大的家电呢放到了第三期，也就是入木三分啊。这期讲这个家电和地产产业链，地产产业链呢包括家电、基建、建材、家居和这个家电等等，这些都放到这个与地产有关的这里面给大家讲这个逻辑。化肥这个不用说了啊，跟化工是一样的，只有少数股票好，乳品饮料就那几个啊，这也不说了。航空运输整体来说是属于一个就是估值 PB 情况下还可以，但是呢业绩又见不到啊， PE 又谈不上，然后那个又受到油价来回反复波动，就属于这么一个板块，所以说不太好做，对吧？所以以前我一直说过几个不太喜欢的，但是呢也会做航空板块、黄金油这几个受到国际这个政治经济形势影响比较大，所以说不太喜欢，并不是说不做，只是逮着机会做一把，但是正常来说一般不会做。煤炭也到了无形成本线，这个供给侧改革，煤炭、钢铁这个这两年很差。电力板块呢，价值股、白马股或者说高股息的股票比较多。生物医药跟整个差不多。水泥板块看了吗？就是这种形态呢还可以，形态是可以的，比基建那块要好很多。原因是为什么？对吧？它是有自身的逻辑在里面的。中药这个最差的医药板块里面，医药经销、医疗、包装。啊，这块也到无形成本线。环保分化比较大啊，前几年造假的呀什么这些业务出问题啊，现金流有问题啊特别多。建材也到无形成本线。贸易板块也到无形成本线。造纸呢刚上无形成本线，因为这最近几天那个最近一段时间纸价也是上涨，但是你看那个高位放量，短线也不太好弄，可能无形成本线左右会吸一下。钢铁就不用谈了，仓储也到无形成本线。石油石化今天放量，高开，对吧？高开之后放量的，这都不用说。农业板块除了猪、鸡，然后再这些种子啊，这些农业板块做短线可以，因为它里面造假的是比较多的啊。说实话，真的是农业板块造假是比较多的，而且农业板块细分起来子行业特别特别多，每个子行业种子啊、猪、鸡、糖，还有做番茄的。还有做土地的，还有做林业的，还有做鱼的，还有做臊的，还有做鱼饲料，还有做猪鸡饲料的，哎呀太多了。但是呢真正好的呢都大家都能看到，真正好的就那几个，像那种筹码都死筹的有几个，其他都是做短线的。水上运输不说，食品加工食品加工这几个保健品啊、营养品啊这些多一些，还有像氨基酵母啊类似这种调料的，包括涪陵榨菜都属于这里面的，这都不说了啊。这第二期大消费板块是都讲旅游，也是旅游这个只有两个个股带动的，旅游板块其实都很差的，只有两个，一个中国旅，一个是那个宋城把这指数带动的，这都讲过，反正这都是第二期消费讲的，都不详细说了。建材一样的，渔业这是纺织，酒类酒店也是周期行业受经济影响比较大，酒店、旅游、餐饮、光电子啊，这个还可以，这是新拔起来的啊，就跟通信板块是一样的，新拔起来的，好吧？这些是今天表现相对来可以的，其他的就因为时间关系啊，就不再说了。总而言之呢，市场现在进入一个这个位置啊，大体来说是短线的波动来说应该是五浪啊，短线波动来说应该是五浪。这五浪呢是上冲也可以，然后呢回调也可以，回调之后就是二浪，二浪之后是大的三浪，对吧？当然你看这个位置是三浪呢，如果再划分一下，如果你看六十分钟、三十分钟，可能也能看出是三浪来，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三浪，那就 ABC 了，那就 ABC。说 ABC 也好，或者一二三四五也可以，都是可以的。但是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分化比较大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做的个股指数这边呢。不要太在意短时间一些波动，因为毕竟呢现在
国庆前后有一些政治经济的一些波动啊，或者消息的影响，或者是维护这个指数的一些情况啊，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家不要太抱太大希望，这个位置关注无穷成本线的支撑，这个位置无穷成本线支撑住了，如果到无穷成本线了，那么你可以选择做一些指数，如果不到这个位置，指数先别做，然后尽量多做一些个股。个股呢，刚才跟大家说，科技板块还有一些相对来说还不错的，可以轮动做一下啊。好吧，大体就这些啊。还有就是参加那个涨跌，我们还有活动啊，就是参加那个涨跌停板的限制。哦，说错了，说错了，呸呸呸！那个猜涨跌的啊，猜涨跌的活动，大家有兴趣多参加啊。最后呢，就是今天周一啊，今天周一，周三。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讲了。周三就进入收费课的一个月的一个密训中。这密训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就是一起来听一听。总而言之呢，都还是一些压箱底儿啊，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原因呢，就是说这个知识啊，你会发现，比如说现在听了第一期、第二期，有些学员已经开始拿一些财务报表跟我一些交流、一些分析了。对吧？现金流量表啊，这是奶牛型的，对不对？哎，看一些资产负债表中，哦，这是不是有造假啊？像比如说像以前康德新、康美药业啊，什么，或者还有一些亨通光电啊，应收账款啊，或者说欧菲光有一些存货这种，风险的等等这些短线的、中长线的有一些财务风险的，其实通过一些财务报表啊，简单就能捋顺，对不对？所以说呢，逐渐的你就发现学这些东西是一个量变质变的过程。量变到质变，这个量变到质变呢？打个比方啊，我觉得我自己这个到天狼来说，速度进展最快的第一次就是2007年刚来天狼到2008年，那是一张白纸，所以是学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之后几年就属于吃老本的状态。后来10年开始股呃09年开始做股指期货，但是仿真。10年开始股指期货之后，其实到11年、12年的时候，有那么一次股指期货的一个突破。有一次股指期货对整个操作理念一次突破，但并不是特别明显。后来就是最近这两三年开始做资产管理之后，对基本面财务的挖掘之后，发现其实突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说啊突破了也没有说马上实现财富自由，但是你发现这个量变到质变，其实是很过瘾的一个过程，很过瘾的。因为这个市场呢，不变的东西就是知识。不变，知识学到自己脑子里就是自己的，对吧？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有人问这个第三期和二三四通票那个加入微博群那个啊，真的不要着急，我也没有时间去完全统计啊，就完全就通过啊，完全是我们同事一个小狼妹子帮我验证的。尤其比如说你现在报名了啊，现在报名之后呢？你的后台资料呢？因为你扫码那个进入那个微博群，微博群之后呢，我到时候会共享一些资料啊，或者是有些问答呀，可以在里面交流。但进来之后，你会把报名手机号发给我。但是后台呢，你比如你刚报名，这一天可能还收不到，等过段时明天或后天再给你通过，好吧？这小狼这个同事也挺忙的。但是不要着急，那个群真正开始活跃，我现在属于宵禁的状态，真正活跃肯定要等这个周三开始那个讲课的时候才开始活跃啊。好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了。比如说有周三见，行，这个课啊。咱们最后说，这个课其实真的还挺累的，不像这种咱们公开课聊一聊，我都不用过多的准备，因为在这个股市中跟大家做软件培训，比如拿天狼这些指标，我可以不用任何 PPT 的跟大家，可以砍一天，砍一两周都没问题，对吧？不管是盈利模式啊、选股、买卖点都可以，但是这个收费课要讲这个做 PPT，其实很费时间的，很费时间的。然后要把整个逻辑理清楚，希望大家能够都有收获，对吧？衣服谁买的？这衣服是女粉丝送的，开玩笑啊，好吧，今天就到这里。然后呢，如果最后就是，
参加我们猜涨跌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报名参加入木三分第三期，那么现在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周三再见。好，谢谢大家。买课就看我的置顶微博吧，然后有链接，官微也可以，有链接也有二维码。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啊，然后周三咱们给大家讲财务的比率分析，周五讲估值分析啊，怎么选估值低估的。啊，然后怎么选比率分析？然后下周三讲买点，但下周五没课啊。下周五因为马上国庆了，卖点呢是推到下一期，所以买卖点和估值和比率。接下来就是大消费、大金融，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那我们。